现代人幸福吗？近年来，拜经济快速发展，享受的物质和科技远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舒适，但迹象显示，生活上压力大，竞争多，视野越来越窄，心里想的都是活下去的柴米油盐，追求的都是带不走的财富、权力、地位和享受，内心过得不快乐，没有安全感，人与人关系却变得紧张、冷漠。当人们心灵困扰达到某个程度时，会警觉幸福受到威胁。生命难道就是苦多于乐吗？19世纪法国著名的小说家安娜托尔·弗朗士曾用九个字描述人生：人出生受苦，然后死亡。人生价值难道这九个字就描述完了吗？从1938年开始，美国哈佛大学进行了一个长达80年的社会学纵向追踪研究，它的目标是探索人们的幸福根源。这个研究开始时，追踪了724位麻省的波士顿居民，被测试者分成两组，两组被测试者背景迥异，第一组是当年哈佛大学大二学生，第二组则是当年波士顿最贫困地区的居民。这个研究持续多年调查被测试者的工作、生活、健康跟心灵状况等等，研究到现在仍然持续进行。研究执行者已经历经了四代，至今原先700多位被测试者还存活的大约有60%，他们大多数都已经90多岁了。目前研究的对象已经扩展到原先被测试者的2000名子孙。纵观80年来几十万页的访谈资料，研究结论显示，人们热衷所求的财富、权力、地位等等一切与幸福无关，良好的人际关系才是创造幸福的根源。基于这个极有参考价值的社会研究，我们开始理解，幸福不是来自于对外在世界的所求，而是来自于透过内省创造圆融的社群关系。如果一个人面对生命无法感受幸福，那生命价值何在？基于此，追求幸福难道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吗？近年来，美国哈佛大学做了一个试调，调查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调查结果有趣地指出，学生欢迎的课程不再是曾经当红的课程，像是教导赚钱的王牌课程、经济学导论或成功的秘密，而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讲师泰勒·本沙哈尔开的一门幸福学。参加该课程的学生竟然破表，超过1000人。在沙哈尔主持的幸福学课程中，他没有讲怎么成功赚钱，而是深入浅出地教导学生透过不同的生命观学习令生命能够更快乐幸福。课程内容包含什么是正向心理学，幸福是一种随机现象吗？乐观主义、积极的情绪、完美主义、幸福与幽默、收获交流等等。您可知道为什么这堂幸福课程如此多学生参加吗？它影射了哈佛学生的强烈需要。哈佛大学在一项对该校学生持续六个月的心灵调查中发现，哈佛学生普遍呈现心理健康危机，80%的学生一年内至少有一次感到非常沮丧、消沉，
7%的学生至少每一年有一次因为太沮丧而无法正常做事。10%的学生自称曾经考虑过自杀。一位曾经罹患严重焦虑和情绪紊乱的哈佛毕业生曾经自评：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哈佛精神病患者，时常不明缘由哭泣，要把自己关起来才能睡觉。我看过几个心理医生，试过6种精神药物，我休学2个月应付自己的心理问题。在内心深处，我经常觉得自己会窒息或者死去。好令人心疼的自评，不是吗？